佛前大功，作者福安谷观音阁。最近每天10点半准时佛前大功，88佛忏悔加佛前大功，感觉殊胜了不少。以前虽然知道佛前大功的殊胜，但是比较懒，也就懒得功，只是专门念经。现在修一段时间的佛前大功，感觉到不可思议。以前念经都是下午念得多，现在也改过来，早上10点半前多念经，10点半后上供，上供后就休息，下午就念念金刚经，按照时间规矩来。http://blog.sina.com/s/blog-7 4 c 3 4 3 1 0 0 1 0 2 z y s s.html